你又开始一起单杀了，哎，这人没意思，是吧？没意思。不是你，那不是你收起来的钱，我给杀回去了。喂，只能说这个了。某些人头追不上，只能说这个被单杀，被单杀啊。运气好，拿个五杀在这跳，你没拿个五杀，你原来拿五杀也能靠运气了，哎呀。行吧，那不是康一是躲在后面，老板都不管，在那躲在后面，你真的要笑死我！当陪玩就这么当的是吗？啊，行行行行，嗯，老板都不管，在那萌萌到后面，老板都不管，老哎，我老板的要求很简单，让我多拿点头就行了，懂吗？是不是彩儿姐？这点出息，对不对？姐，你多帮他，你可以直接去帮帮他，他就一级老被单杀，你就一级去帮帮他。哦，一级就来帮了，帮帮多帮帮。我懂。别再有些人一级被单杀，那么难搞啊，兄弟。啊，一级就被单杀，那一级过后你们就得走呗，两级就走呗，好吧？你怕我一级单杀，两级就走呗？啊？你前面不也没啥？对呀、啊，那我吃到两级我就走吗？那行吧，姐你吃到两级就走啊？不走是你是狗啊？好吧？啊，姐你帮他，姐那个惩戒，姐你这把会打野吗？会打野吗？哦。到六百血了，抢对对对，抢他也快，对对对，帮他打一打呗。行文章的呀，真是嘴贱，我真怕你一直被大家伤了，我好心帮你，懂不懂啊？好，那你帮我呗，我也没说你不帮我，你帮呗。帮你啊，我帮你吃线了。帮呗，挺好的呗。帮你吃线咋了？挺好啊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这是一个也是哎，可以啊，姐，抢到完了，他急了，急了，大姐，我走了，好厉害厉害，别走啥呀，姐，别走别走，我没事，这个我试试，我看能不能把 Q 抢了，等一下，对，姐玩的厉害呀，彩儿你这玩的太好了，逞呗，你该逞逞，无所谓，他要被他也打死了。哎呀，可惜，姐可惜可惜。我跟 F 六，我跟他抢 F 六。可以可以，姐玩的好玩的好。姐，你直接去吃兵，他们直接玩明着张，你就去，你也去。啊，哎，不是你们先玩的吗？玩是吧？你们第一把都张玩了。谁先玩的呀？抢了一个。姐玩的好，厉害厉害的。接去接去，接去接去。我去吃个兵，我升级，等会儿继续抢他了。下路一直在拖呀，没事，我能 K 他头，我能 K 他头，我往中干了。姐玩的好，啊、不多说，只能说玩的好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你带惩戒把你男陪的野怪全抢了，你也去、啊。我怕他被单杀，我吃他兵，没问题吧？行行行，麻烦他行，怕我被单杀。去抢你男陪的野怪。我为什么要抢我男朋友野怪啊？你说话我就得听你谁啊？你说我，你谁呀？去抢啊！我抢到怎么了？我就抢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心啊！你说话我真的妈！哎，姐你怎么不跟着他了？姐抢他红呀！我惩戒没好，我惩戒没好，我现在姐他来人你就走，我去抢他红。我也来抢他。你下路不要了，行，喜欢玩呗，陪他呗。不要了，喜欢玩当然玩。咱不要了，下路不要了，无所谓，对吧？不要了，他们这个属于是自损1000，敌伤800，他妈玩战术了。没事，你玩人头局玩上兵法了。咋的了？或者玩是吗？你老板还在那指挥我。你之前赢的是不是都靠这个赢的呀？啊，玩上战术了。玩的很难受啊，姐，这逼。一直在抢，姐，你就不打，你就不打这个野怪，对吧？能抢到最好，不抢到呢？我看 Q 多少伤害，等我 Q 惩戒，那我走啊，你去死啊！他也没惩戒，我去死，我吃他不见了。有人被抓啦！有人被抓啦！吃他线了。没事，我他恶心，我恶心他呗。还行，姐，这都没他。厉害呀、啊，姐！这样玩是吧？姐厉害厉害！我操，这被抓了还能杀？我真服了。没事，我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还行还行，姐玩的厉害呀、啊！这样玩恶心的。他俩恶心啊！好脸有点着急了。无所谓啊。没事，姐。笑死我！哎哎哎哎哎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呀！还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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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气了，气完了，气完了，气了砸键盘了。气坏了，气坏了！你升个头叫啥呢？叫啥呢？咋哪样玩啊？怎么玩？我惩戒又好了，
我看他去打什么，跟姐你就跟着他，跟他别玩，跟着他玩呗，都别玩呗，那就都别玩，那都别玩呗，都别玩，那都别玩呗，都别玩，都别玩呗。他五分钟三级，怎么有笨蛋五分钟三级啊？怎么有笨蛋五分钟三级呢？那就都别玩了，就是这样，不懂啊，四级在那招啥呢？一个陪玩，你还只花上我的了？我来，不是，我来你。哦，一个陪玩还只会上我陪玩了，你叫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呀？好恶心！我应该把炮车吃了的。没事没事，给他吃了，给他直接吃掉。这姐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姐是吧？这姐也太蠢了，这姐。嗯。不是，你线都不要了是吧？姐没事，不用跟着我，你跟着他就行了，跟他。不合适。姐，你不要管下路了，你就跟着他。我去跟着他。他这样玩，这样玩，没推了呀？咋办嘛？这沙漏被推了，这塔。那去中路你会好打呀？我顺便去守，我能去顺便吃兵线。你快，你要不来我下路直接吃，你直接来我下路吃兵线，他不恶心人吗？没事，我来陪着你打野。恶心的不是你们吗？我陪你打野。你陪他打野去，你帮帮他。滚啊！这样玩是吧？也滚了。你还没事，你还下路吃线，你还下路吃线，我去中路。哦，又来下路吃，对。我减伤啊，打野。减伤。捡金币的呀，姐。没事没事没事嘛，试一点试一点。还有抢到了吗？没事，无所谓，你抢啊，等会抢你别的。对，姐，聪明。来刷了，我看你打不打。姐，你好聪明啊，真的。那就都别玩啊，那我抢他兵不就好了吗？无所谓，那就这样，一起呗，一起中呗，无所谓，一起中呗，有啥啊？无所谓，是无所谓，你先一个头，无所谓，谁不会抢啊？抢呗，你该抢抢呗。我们去下路。该抢抢，无所谓。我去拿。去下路，下路有头。姐，你跟着他没事。姐，你就跟着他，别动啊。来。我跟他，但他去哪我去哪，我去把这个抢了，抢呗，姐没事啊，你快去大头，玩脏的，我劝你善良，真别玩脏的，你真别玩脏的，真的啊，谁先玩脏的？你奶妈在那说什么城镇野怪？我好心帮你，你奶妈说要抢我打野怪是吧？哎呦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抢到，没事姐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已经很强了姐。没事，我单杀了。回家去装备，我出来。没事，我单杀了，没事。快弄他！哇，这个变态在追我，快跑快跑！我去。这样有意思吗？咋的了？对面脏你咋了？我老板去下路安全安稳发育，我挨脏呗。什么叫有意思呢？咋了？也行也行。咋了？对面来脏了，我们就不能脏回去呗？太低了。你这还挺你这话说的还挺有意思。现在去消耗一下我。好，完他们三个，他们从第一把就开始脏我的兵线了。我们这一把只是带个惩戒，以防对面脏我，让我老板。真的，结果他直接来我中路，恶心我。那我让我老板跟着他，有问题吗？叫什么？我在打，能杀吗？对不对？能杀能。他到这了 ，nice， 牛逼！你还挺奇怪的，你这人你应该挺奇怪的。他们要来了，赶紧拿头。没事，我不杀。行，把线吃了，让他过来把线吃了。来哥哥，我跟你。看来就这样有意思吗？哪样呢？快！那你跟对面说呗，你让对面别脏了呗，咱正儿八经打打呗，实力说话呗，对吧？但是每个人不是那种，别吃了，快！每个人不是那种。我把砍。没事，拿吗 ？OK。姐不打。我不打。拿吗？妈呀！他刺客，他爆发比我高，我这战士没办法。哎，哥还有个，他开大了，姐，他也开大了。没事，我把他就吃了。怎么还果子也抢啊？喂，忍不了了，有点忍不了了，这玩游戏有点恶心的，真的玩的有点恶心。谁先恶心谁呀？你老板抢了我两个 buff。就抢你的，谁恶心谁啊？谁在那？不是你家老板先来我中路站着的吗？你怎么跟狗一样，恶人先告状的？谁先抢谁的呀？喂，谁在那？我不是怕你被单吃啊！你又怕我被？你看到没有？你老板怕我被单吃吗？
我老板怕你打不过野怪、啊。你老板先动的手，你老板先动的手。哎，兵线先出的，你跟个傻狗一样，你看不懂游戏吗？等于傻狗啊！你在造什么东西啊？你这臭陪玩装上了是吧？第一把就来恶心的就差不多了，他妈第二把还开始玩是吧？得亏我老板带了个惩戒的嘛，我跟你说，不然这把没法玩了，还他妈恶人先告状了你。被一个被单杀的屌人，你这样就要嚣张，真别找骂。他好像要去拿红啊，我跟他。没事。我也回家。朱胜他吃不了一点。跟你一起玩呢，还怕我被单杀？你他妈搞不搞笑呢？啊，好高啊！快快上啊！走，牛逼！哎，好大，牛逼啊，子杰！啊，好大！没事，人头你又没人头，无所谓，没事。叮叮叮！现在开始嘴硬，人头无所谓呀、啊，你剩两个头呢。我上拿人头了，姐。去。这玩的，这玩的就有点恶心人了。这中路好像也能拿，怎么说？你 A， 我马上，我先把这个拿了先。哎呦，行，不好抢，拿吗？没事，下把。不好拿，没事，他打不了野怪这把。没事姐，没事。不玩了，我自有办法。没事，别刷，我们就拿人头哦。我就拿人头，我就拿人头，我就拿人头，这么快就有中路头，我再去，他这死，他这死，花语太差了，可以，花语太差了，快，这边有头，花语有点差，没事，下把自有办法，兄弟们放心啊，好，我得走了。打呗，进去吧，你打，给你打，让给你了。我不要啊，没事啊，弄他，这边打呀，我兵给你抢了。游走去了，不跟他们站一块了，跟他们站一块没法玩了，兄弟们。他们那么玩，我这个发育太差了，我现在才七级。完了，这杰也挺，这杰也挺肉的。完了，吼！神经病！我活下来了。buff 让他打了，回家补个装备，我要跟你回去了。这杰还挺肉的。完了，这边有个锤石。没事，我出来，我伤害够，我能杀。啥叫我只会玩优势局？上一把我们不是逆风局翻盘了吗？你下次你玩个排位赛，你看有个人在中路站着搁这恶心，你看你怎么玩、啊？刷不了我的打野刀。你们这个属于站着讲话不腰疼，知道吗？没事，你看他对面也不菜的，这个打野还不行啊，陪你打野。这对面也不是人机什么的，那对面这个黑铁还能玩一玩。他中路出现了，还是有实力的对面。看他中路出现了，还有操作的。这波可以拿一下人头，这个杰的赏金我看能不能拿了。好，完了，我被勾掉了。完了，这炮送给他，完了，我死了。哦，好伤啊！这杰是真的蠢。我拿你，看这边走运筒。哎呦，可惜。哎，被他 K 了。没事，随便打。还有你现在上个头的。上路怎么来了？快！这边有头。完了呀！闪现可以，闪现抢人头，这小子。我看好机飞给你点头，他爆发比我高，他那个 W 护盾一带、不是你的头吗？走了，我的呀，我操，有恐惧吗？这小子不是你的头，我打，哎，你打死了，这边人来了，姐走了，没事，是我走了，我去哪没有用，他们跟着我的，跟我去哪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老是在我身上找问题干嘛呢？真的，我真服了，是不？老在我身上找问题，好高啊！不要找点问题出来。是我装备再多两件，我是见人我就一下秒的，姐不要着急。没事，我不着急啊。那你这几个头不知道该谁急？三把，你以为我去下路他不伤我线啊？你想什么呢？他们也会来的。对啊，真给装上了，真觉得自己有实力啊！被单杀的废物。
别急别急，慢慢来。刷，随便刷，有人偷我叫了。快快，中路有人偷，杀人，快快快，杀人！快快快，中路有人偷。哎呦，姐好痛！哎，姐回来了，中路有人偷。我一旦去下路拿，下路补刀，他们在中路打架拿头了，你们又说我在抓兵了，就怎么来呢？怎么来？这正反都能说的嘛，正反都能说，真是正反都能说。正有个头，好吗？哇、哦，好伤！完了，我操，哎、啊，我出不去了！哇，真恶心啊！这害队友啊！什么王子啊？所以他拿到头，只能我的心上一下。嗯，就这样，明天心意就在那叫。就你们是正反都能说，我杀对面，对面猜，对面杀我，我猜，怎么？他边打，我把那人杀了之后是可以出去的。他那个 R 他也不解，他就故意给我框死这边。没事，随便打，你等他框嘛，你等他框，人头不就有四个，无所谓啊。来来来，这里，我他要打我，我引诱他。来头，快快快！这里，快拿头！好，我去下路补刀。等下这上路打架爆发人头了，给对面拿头了。你别又说我在发育了啊！跑啊，三叔掉了，跑好吧。没事，能追上，能追上，怎么说？能追到，这玩意儿呢？哎，这方面怎么跑这么？我不说话了。哎，他这把打野刀都没怎么刷呢。哎。老搞你们老搞主播心态干嘛呀？奇怪了。可是，我现在把这个拿了。不行，你先刷，你先刷。他现在 我得补一下，稍微小补一下金那个。他们现在贼拉慌。那个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让对面那个我恶心快。跟他恶心，我也恶心他。他去哪一会儿我去哪。快，中路有头。别刷了，别刷了，中路有头，中路有头。你快啊，他来了，他头啊，你快来！我再来。你搞快一点行不行啊？啊，好完了呀，他受伤了。我在路上。快去！这，哎呀，操，跑不掉，这个打野追上了就跑不掉了。有点痛，这个人打你。有一点。不过没事，没事了。出个布甲鞋吧。方已经拿了两个了，已经很厉害了。还差几个头？六个头了。还差两个，还行。这没有很多。这人老脏我姐，我你别着急。哎，不行，我先出个金身。没事。姐，不急。不着急。我只要上他就直接二一个一捆那、啊、给我卖那儿了。我伤他没事，他不想他不能吃线的。纯恶心。烦死了。姐，我得发育去了，我得发育一下。我可以保护你一会儿。你发育啥呀？你不都是 K 的？头快快快快快上！好杀。这两个能杀。OK。我给你大招，完了我不会大招 K 头吧？哇，能杀吗 ？Nice， 牛逼！快，我们这个，我帮你挨他，我再帮你挨他。你看这杰怎么还站着不动呢？这杰，还停一下，这杰，我操，真有意思。我回到家，姐，等一下。走，你快回去。可以把这个上路杀了吗？嗯，我去上了。没事，我在路上。没事，我可以杀他。他怎么跑了？混蛋！我操，差点给他换了。没事，等他呢。刀没铁飞。等他拿一个，好杀。我只能稍微刷一点。爷姐，我不刷，我这个刀妹妈的铁锤子，差点给我反杀了。走了。好恶心啊！你们谁跟着我啦？没事，四个头。哎，无所谓，他今天换了一个少数一点的男朋友，无所谓的。哎、我真的没事，我再抢一个。哎，你们别跟着我啦！好恶心啊！惩戒不就是为你带的吗？感动吗？
哎，没事没事，反正他都输了，一副输相，他直接换了一个男朋友，就这样了，就少输一点。好肥啊！这边还有，没难受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我等技能，我等技能。卡莎呢？哦，卡莎死了。哎，人呢？这个能杀是吗？哎，能杀吗？来，我有眼吗？给眼了。完了，我给大招了。啊、不行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快快快快，这里还有个头，有意吗？有技能啊，快快快快！没事没事，他死了。好杀！没事没事，没差几个。一杠六杠八，七杠六杠八了。我现在去。是实在不行，把上马的人都还给他的了。差几个了？差六个。不是啊。上马赢七个。没事没事。你能不能别，就是稳一点，请你别老是找我，行不行啊？你这边真的拉低我档次，那么群里姐妹你要上我了，你们不要老是找我了，行不行？不是你老拉着我吗？我都说了我不跟你玩了，你一直找我玩，伤害真高啊！是我姐给你面子，我都说了我不想跟你玩，你赢了我多少头了，天天在那找我玩，不是玩我们玩，我不玩就这个那个的，对呀，你不玩你不就是吗？说了不想跟你玩，好杀一个，大招！我、哦、这波不能去，哎呀，不是他，不能去，哎，他三杀了呀，他三杀了呀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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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这麻了呀，他四个人头呀。不是啊姐，他就他让我上直接扛，扛完了我残血，我不能死啊，这不我死了我上血就掉了，然后他让我扛完之后他自己去 K 头，哎，有人开大了，姐能来吗？嗯，有人开大了，恶心啊，不是你怎么和你老板一样玩这么恶心啊，别跟个傻狗一样，他打不过他，跑掉了，跑掉他打不过打不过他，跑太快跑太快，来来来来，我们来这个头，我给你放大招，他也打不过，快快快快，我在我这边干，我在我这边，我在我这边。别别，快快快，快拿头！你快拿头 ！Nice！ 玩什么呀，对面？我现在要去，趁现在刷一点打野刀。奇了怪。没事，你不用压力大，没有几个，没几个，没事。姐，我知道呢，我懂。还有个头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还有个头。能杀能杀。哎哎，你能杀吗？你能杀吗？杀不了，给他玩了。你能做吗？哦，没事，能走的都行，杀树别掉。嗯嗯，随便吧，没事，那恶心归恶心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还差三个呗，慢慢打呗，随便打。下路这刀妹我能拿，下路这刀妹。快去！哎，怎么这么多人？这把其实想控分。我兵线过去可以一个。想输一个，有一说一。我操！他一个大给他秒了。哎，不是姐，我想留，我想留技能的。好杀！不是你留什么技能？你上波也是留技能。没事，你他还想可以。你妈妈杀。别这么恶心啊，兄弟！没有差多少了。嗯，姐还差两个。你骂他有什么用？赶快拿头啊！就两个头啊！你能？还差两个。慢慢打，慢慢打。能晚上的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不着急。不是，你能不能搞快一点呢？头啊，一直在那留技能，留技能，他马上反超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姐，马上马上，我差一个一格一格，我可以保你，哥哥，我可以保你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别说那，我有大招，我有大招，我有大招。没事没事。快去杀你！你可以直接上去卖。别，你快去杀！好杀！哎，不是，好，好，好杀！怎么这样 K 头啊，兄弟？不是，哎呀，这个头都能让他拿了，只会 K 了。哦，不是他只会 K 啊，他一点操作没有啊，他就放个技能。你快去拿头啊！就差一个头了呀！别在女警旁边。哎呀，别这样，好恶心啊！啊，一样了，你们两个人头一样啦、啊。
一样了吗？那还行啊。真恶心啊！你这样玩啊！别走了啊！我走了。让队友上去打人了，你自己上去，你放一个 EQ 你就抢啊！那肯定抢啊！我真服呀，他能跳空，这能追上来啊！我，哎，太肥了。没事没事，太肥了。人头一样啦，人头一样啦。人头持平了吗？还行吧，持平就行。啊，持平了，持平了。我不是被他恶心。恶心到我咋不急啊，你刚领先这么多，现在都马上反超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咋不急啊？是我打一刀续不上来，我打一刀续不上来，他一直跟着我刷，这玩的太恶心了，太爽了。嗯，还行还行，有人头啊，你搞快点啊，他前面刷不到野怪，还差十块钱买个黑漆。我前期的 buff 他全抢了。你快去杀人啊，这边不是有残血的卡莎吗，搞快点去啊。我在上。多久活呀，马上活了。我来了。Okay, 你过来了过来，等会儿让这个赵月先上去，然后我们再上。好了，让他先上呗。我先上了，我先上。你不先上，那我也不上了，那咱俩就持平呗。我们都不上，我们两个在后面。那是最好的。是吧，我觉得也是，都不杀了，反正已经一样了。对，一样的嘛。就把他红抢了。给你抢他红呗，我去下路。吃波兵线，行，你去，我去吧，他红墙。嗯，哦，石头人，你搞快一点行不行？你不要刷一个单刀，他，我求你，你搞快一点行不行啊？我先走。别急。哎，这怎么有个人啊？我走了。快，这边有人啊！你去杀，你别吃笑是不是？这刀妹没大了，好的，你快上啊！你在干嘛？我现在上去不敢上，不上咱也不上呗。我也不上，让他先上。好，我先上。这血没大了。好，杀一个。好大哥哥。我来保护你。不是，我有大哥。他拿了一个头啊，他拿了一个头，你俩又持平了呀。我也拿到了。别急，这两个人。哥抽，来你。好。再看呢，找机会呢。坏了，搞快一点，这个头不要被他 K 了，行不行啊？看一下。哦，哎呦，他闪现了。闪现加推推棒加惩戒，那还没哦，又是我的 K 了。对，他 K 的时候，这你啊，打不过他很正常，很正常。这你有人啊，你赶快过来拿头啊！姐，这个刀妹现在打不了，他挨我一下，我是十分之一掉的，我得等他先上。这龙龟不上了，放大了，哥哥，小心点。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快去啊！我打残了，让他先给他上了。快抢，哪行？我再开。没事。哎，姐才超两个头，吓死了！行不行了？喂，那可太行了，行啊，当然行啊，怎么不行？谁可以行的呀？前面可以这么多头，还嚣张吗？喂，问你还嚣不嚣张？两个头，不知道在装什么，两个头，高兴的一逼。先回家把血加满，等会儿。